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白。今天我们接着实况我们的僵尸末日生存，没有错错错错错。我们今天呢，终于啊，在上一回我们烧了很多的东西，也去地底下探险，然后并且呢，在上一集我们成功的研发出了我们的超级好用的全自动园艺玻璃罩。对，没错，这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只要水无限水给它进去，它就会自动帮我们长种子，而且效率超高。那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来开始盖我们的新的啊种田区。然后我已经想好那个位置了，我想要盖在这里。我想要盖在这里，就是这里延伸走下去之后，我在想要不要盖远一点、长一点，或者是宽一点。因为如果你盖长一点或宽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放很多很多的这个园艺玻璃罩。这样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整排的那个农田，有没有？然后它一整排，我们就可以盖超级超级大，可以种很多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的。不过我们的树哈有点少，所以我们要等一下先去砍个树才行。然后因为我们最近的那个游戏难度越来越难了哈，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拿出一把散弹枪了。至少要有一把散弹枪吧，散弹枪是枪类的伤害中普遍偏高的啦，对不对？这个伤害基础是5，然后散弹枪的话是3，但是它的数量有8，所以它应该算蛮强的啦，对吧？散弹枪它上面写3而已，那它可以用这个子弹吗？哇，不行，可是它是散弹枪的一种，对吧？对啊，它是散弹枪的一种，但是却不能装这个子弹，好吧？那我来看一下他吃什么子弹好了。他这把散弹枪叫莫斯伯格散弹枪，那你有卖吗？在这里，4张100，可以射8次，4张100，不贵，倒还好。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没办法自己合成。好了，那就拿个几张100块。其实我在上一回打了很多，很强的怪物之后，我自己也存了不少啦，所以。我们多买一点好了，多买一点散弹枪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伤害够不够，但是应该照理讲，照正常来说应该是蛮强的了。它这个东西好像喵哈哦，这个图案只是不知道被弄成什么奇怪的形状就是。好，我要买几个弹夹，买3个好了。OK。吼，散弹枪装超慢。然后因为现在所有的矿都在烧，外加我们家的电力其实有点不够。你们看到它里面的外置加热器已经剩下没多少了，然后这边的矿石还在努力的生产中。对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我旁边的这个水啊已经变成热水了，可能是有外置加热器的关系吧，顺便加热它，这样那变成一个温泉。 OK， 好吧，那既然它就在烧，然后我们现在也没有太多事情能做，那 OK， 那我们就先去砍树，然后顺便盖我们想盖的地方。还有什么东西是我忘记的啊？没错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忘记，我们要再多做一个风车。可是我想要做水流的，我想要做水的那个发电机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看一下，那个水的发电机好像在水力发电。我觉得这东西可以做，这是防腐木棍、防腐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水力应该多多少可以帮忙那个电力的发电。然后发电组件的话，可能还要再做一个。对，还要再做一个，但还好不难。反正这东西烧一烧，我们再来组一台水力发电车。而且水力发电车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叠加3个轮圈。就是假如说这一台是水力发电车，它就可以放3个项目板，1、2、3，连续3层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就还蛮不错。然后我听到僵尸的声音了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在哪里？我家的护卫不见了啊！对，我上一集好像护卫死掉了，超可怜。我的护卫就这样子帮了我这么久，然后就死在一个不该死的地方，可怜可怜，小可爱真可怜。走吧，我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哦。我们可以飞吗？可以，当然 ，of course。我在说什么？好了，记得怎么？还记得怎么飞吗？唉，乐色翘死，真的是乐色到一个不行。我们就只要一平平的飞过去就好，好吗？就这样好吗？我们多挖一点这个。哇，等一下那边的僵尸的数量会有点太多了。等一下我散弹枪，我们来试试看，看一下有没有变厉害一点。有哎，好强哦！
他移动速度是不是变得比较快一点点了？哎、欸，已经晚上了啦，酷哦！我才刚来哎、欸。啊，算了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，我有夜色，我在怕什么？对哦，我有夜色，走走走，然后这个用点了就好了，这个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哈，简单啦。那个这个头好多、哦，空中飞行头，僵尸头，恶心死了！走吧，去挖树。好，收集几个木材，我们就开始回去盖我们的建筑，然后石头也大概挖一些啊。我们直接把我们的那个钻镐直接挖烂。OK， 来，走，我们回家。我们家在哪里？那边。OK， 我等一下原地起飞，然后再飞起来。我试试看啊，原地跳起来，然后按空白键。哎，对啊，太难了。不是，不要勾绳子，在干嘛？再试一次。哇，不够，我的那个，哎，我那个，这个量不太够，这个量怎么恢复啊？好奇怪哦。再试哦。哦，我飞起来了，为什么？其实点一下很好飞。哎，这个其实就这样用的嘛，点一下就很好飞啦，不用按住，只要点一下就好了。OK， 我回来了，超快！我觉得我不用飞机了、欸，我干嘛盖飞机啊？我自己这样飞就很好飞啦，对吧？耶、yeah, ，安全降落！我已经会用了，我已经会用了，谢谢飞机，拜拜！花了我这么多级升的东西，真的是超级大垃圾，真的可以原地收起来了，不用碰它了。那个飞机什么的，寄给别人好了，没有用我自己飞就好啦。这叫什么？靠实力，靠实力也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。那个形容词怎么形容来着？忘记了，反正不管了。我可以盖房子了，耶、yeah! ！我现在把这些垃圾给抽一抽，像这个，这什么？高顶礼帽，我很有礼貌，我要盖戴高顶礼帽。哦，盖这个好了。天哪，反正我有夜视嘛，所以这个夜视镜就用不到了。来，放进去。我刚刚看起来像什么？我现在看起来是很有礼貌的一个变态。毕竟我有礼貌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现在做大量的真空管啊、哦，只要有真空管，其实剩下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。做泥丢丢丢，然后丢，有了，我可以做全部做完好了。2, 1, 0, OK， 我做了30个真空管，每一个真空管就可以做啊，不对，我应该不要保留这个机械零件，铜锭加铁板，哦还行，有铁机械零件9个。那我们可以做9个，看等等了，再拿，这个铜可以做吗？这个铜也是铜啊，哇，这不行，那个铜不算，这铜板是铁板，真的不行好吧，就只能先做9个，好，我们就来产九个真空管，9个自动农场，还需要大量的防腐木 ，OK， 我背包里面也有，材料都够了 ，OK， 有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全部的自动养殖场应该都有水了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我的自动养殖场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有规划，但是目前不知道要盖什么，所以就先这样放着。我们的家越来越大了你看，我们有这边主要的房间、工作用的房间，以及我们的农场。我们这样整个其实看起来已经越来越壮观了，已经越来越 beautiful 了。我要拿什么鬼东西啊？对，食物，差点忘记啊。Food， Where are you？ OK， 有了，我做点吃的。哦，天哪，感觉我们的那个生活已经越来越科技化了，越来越棒了。不过我们还是得解决电力不够的问题，而且其实因为我们只能够把种子种进去，它应该还不能正式运作，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没有电。对，我们还没有把电接进来，所以我们就只能说，只能先放这样子。电的话，我想要等我发明，不是发明，我才不会发明更好的东西的时候再来用这样。对，像有水的话，应该只是可能就稍微种着吧，它应该也不能动什么的。对啊，它不能动。然后我有解锁那个什么那个轨道，对我有个机械轨道，它可以把食物送出来之后自动运送到我们的那个箱子里面去，我觉得这个蛮酷的，下一回再弄给你们看。我先把这些种子种一种，甘蔗也可以种好棒哦。然后还有番茄以及我们的番茄跟茄子，对，都是秋季的食物。OK，
好了，全部都弄上去，然后我要吃面包了。好了，那么就这样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回再来搞电力吧，拜拜。